最想吃的宵夜。最意想不到的东西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，没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。我想当哆啦 A 梦，因为它有一个百宝袋。最近的三张照片是我跟我女儿的合照，就是在家里的时候玩的时候一起拍的合照。最想吃的宵夜，我喜欢吃炸鸡汉堡。理想中的最完美的一天就是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活在当下，然后很随性，单独独处会让我开心。